是 Mr. Idol 刘佳，我要给我们内地唱作歌手争一口气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？特别难过的看到我们做幕后的严重的流失人才。除了你的声音没有达到之外，你的情体也没有达到。世上有时候不是高就好，美感是最重要的。当初那些吻。